味道，你有没有闻到？我闻到了，闻到了番茄麻辣，闻到那个麻辣番茄的味道了，然后海底捞的味道。才来两天，日本就要吃海底捞了。他第一次来可以用吗？他第一次来，他第一次。我是妞妈 Kiki， 妞爸在外面，我们已经起床了，而且准备好换好衣服要去参观学校。你有没有紧张？不会紧张啊，因为这个饭店有附早餐，我们去看一下早餐，吃一下早餐之后就要出发喽。Let's go！ 它的早餐有咖喱，然后沙拉、玉子烧，还有这个好像是鸡肉吧。然后另外还有它有汤的，这个是味噌，它这个是牛肉清汤。它还有一些可颂面包，我们没有拿，就简简单单的吃。然后果汁，那我们先吃一下。不过我们超级早起来，后来去打电话去问学校十点半，所以我们现在来喝个东西，再等一下，然后再过去。抹茶拿铁跟冰的，还有奶茶。我们刚刚喝完一点咖啡，喝完一点热茶之后，我们已经走来了。从我们住的地方大概走五分钟而已，没错，蛮近的。所以我们现在要来跟着学校里面参观一下。然后学校里面可能不能拍摄，所以我们之后会分享给大家。那我们先进去哦。我们现在到了学校衣服的地方，它这边就是专门在订做制服的地方，各种学校的制服都有。我们选好制服了，有喜欢的制服吗？有吗？因为刚刚也不方便，要换衣服方便拍。那我们现在去吃饭了。我们现在来到了高岛屋。热的小麦面，因为是冷的，是山药的饭，它看起来会是黏黏的感觉，这样子的。山药的饭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牛排。哇，它是放在叶子上面烤的，那是味噌酱。嗯，看起来好好吃哦。然后这个，它这是用沾面方式。我看起来很 Q， 非常的弹牙，味噌牛排，很软吗？嗯，可以吃吃看，真好吃。因为那个饭好吃，我觉得那个饭很好吃。我们吃完了，刚刚的荞麦面好吃吗？我觉得很不错，就是蛮 Q 的，然后它的那个蘸料那个也不错，然后它刚刚那个它里面那个牛肉也不错，软软。那我们吃完了，现在要去做什么？要去买球鞋，还有买背包。然后它的球鞋是专门学校室内运动用的，底是干净的，就对了。然后因为这是带来的背包，因为它太浅了，没办法背球鞋跟衣服。对，因为他们日本这边就是你不是穿着运动服去学校，他是怕小朋友运动完流汗，如果你继续穿着汗很感冒，运动完脱掉换回制服这样子，所以我们就要去买包包。我们刚刚是坐电车，现在我们要坐电车，好久违的电车啊，是不是？有没有很久违日本的电车？有，有哦，然后要去坐了。在走路去，妞妞想要看的阿迪达斯，阿迪达斯，我的刘海很可怕。这边是涩谷最大的阿迪达的店，去看看吧。回到池袋车站，买好妞妞的鞋子，刚好前面有一间电器行，就会去买相机。これ指導の、あれ二種類あるね。これどこ？
これかわいい。刚刚买完摄影机，然后现在回来饭店上一下影片。妞妞睡着了。要去吃一下日本的海底捞，看看有什么不一样，跟台湾的有什么不同的？他们会有隐藏彩蛋吗？对，我们就等你去吃了。哇，熟悉的味道，你有没有闻到？我闻到了，闻到了番茄麻辣，闻到那个麻辣番茄的味道了，然后。海底捞的味道，才来两天，日本就来吃海底捞了。这个是日本的海底捞，进去哦。海底捞，ひなべ。有这个。然后饮料也可以买，然后还有送这个小纪念品吗？进来了，海底捞。哦，还要等哦。我以为可以吃了，结果还要等。我得到不同口味的饼干，这个的里面是长这样子。海底捞，神奇的感觉。我们之前去美国也有吃海底捞，这次是来日本吃海底捞。38号床，刚才都有围裙，然后他会给你纸巾、擦眼镜、绑头发，还有。放口罩的袋子都会给哦，跟台湾一样都是用这个平板在点餐的，很多种不同的。这个可以吃寿喜烧哎，还有日式寿喜烧、日式味噌哎，是有这边的口味哎。那我们应该要来吃看看不一样的。他们的腐皮好像比台湾的多种类呢，好多菜种类也很多哈、哦。韭菜鸭蛋饺子哎，好特别哦，鸭蛋的饺子。哦哟。很多呢，哎，它的种类感觉比台湾还要丰富哈。真的耶，有点想吃乌龙面。要吧，看它有没有拉面啦、啊，不知道会不会甩。这是他们的招牌，我觉得应该会传承。等一下就去甩它看看，会不会吓到？对，我们带了朋友一起来。多少钱呢？18000了呢。4000多块台币，所以你就在台湾吃一份。哦，还有日本和牛呢，3000多块钱一份。我们点了四个，然后这个是味噌的，那这个是猪骨豚骨嘛，啊那个是番茄，这个是辣的。哦。他第一次来可以用吗？他第一次来，他第一次。这是味噌，来喝喝看。香菜的味道，番茄喝起来跟台湾一样吗？一样。这个是凉粉，好像台湾没有，试试看好不好吃？加到碗里。辣，会辣。他觉得辣。这个牛舌很好吃，我刚刚吃了一块，我觉得超级好吃的。这个牛舌很嫩的。这个豆包台湾是包鱼软的样子，可是它这里面是包起司哦，起司跟虾，所以内容物不太一样。你看有起司流汁出来，台湾的不是这个样子的，不一样哎。怎么样口味？不一样是不是？一样吗？不一样哦。啊，哪一个好吃？你喜欢这个？那你觉得哪个好吃？我觉得口味不一样，不一样哦，都蛮好吃。这个是那个像麻吉一样的，Hina，台湾有一道，但是不太一样的做法。它就是台湾的红糖吃法。哦，今天好多人生日哦，唱了第三次哎，嗯，唱了第三次了。这个是要丢进那个，这个台湾也有。油条看起来跟台湾形状一样，有点不太一样，伙伴的小油条。跟台湾的怎么样不一样？它外面有沾面粉，所以吃起来不太一样的口感嘛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妞妞品味大师说出了一个很好的解释。很小颗呢，台湾的很大颗哈。台湾是银丝卷，然后日本的是炸小馒头。
然后一样是沾这个炼乳。哇，你沾好沾满哦。这个是什么？猪大骨。猪大骨，台湾也有这一道吗？没有，但是他们的猪大骨肉，肉超厚，没有剥开，它肉是这样，这么厚的肉。你觉得多少日本人敢吃这个？那我刚刚问我朋友，他就说不要，他吃饱了。我觉得日本人吃这个骨头太麻烦了。他们可能不喜欢吃有骨头的东西。我们吃完呢，走出来了。我们吃了大概台币五六千块，然后四个人，跟台湾差不多。跟台湾差不多，然后有一些台湾没有的东西。对，因为这两天都麻烦朋友跟我们去，然后请他吃个饭。那我们先回饭店。今天应该早点休息。对，明天我们应该会去看房子的行程。酷哎！酷哎！